接孩子去了啊。啊，走，拜拜。慢点开车。啊，知道了，你别着急。啊。下午好呀，朋友们，忙完了。牛也快要喂完了，牛粪也清出去了，就是今天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。今天因为下午事太多了，回来的比较晚，也就没有跟大家直播，然后就拍个视频跟大家聊聊天吧。我们养这些牛已经11个月了，就是过得挺快的。然后我们一直拍视频都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什么料比啊，就这样那样的，就一直分享我们养殖的这些经验，对吧？虽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然后就是大家还是挺信任我们，挺相信我们的，所以有问题也能及时跟我们留言互动，然后我们也尽量跟大家去沟通。然后今天因为于双双去接孩子了，就剩我自己，跟大家聊点什么，聊点就是我们做的不太好的地方。买回来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口蹄，对吧？大家如果一直从我们买牛开始关注我们的话，就是我们口蹄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。30头牛得了12头，就是这个面积已经很大了，就是得病的传染率已经很高了。最原始的病毒肯定是在市场里带来的，但是我们没做好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没隔离好。就是刚发现第一头牛得这个病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做好隔离，因为经验不足，然后导致这个病菌大范围的这个传染，然后最后十几头牛全部都就是流口水、不吃草、发烧。好在挺幸运的，就是说没有损伤，都治好了。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说发现自己家的牛群里面有一头得口蹄疫了，对吧？口里面、嘴里面有溃疡，然后流口水，蹄子已经就是脱壳了之类的，赶紧隔离，趁早隔离，然后尽量消毒，然后整圈的这个病菌的消杀一定要做好，然后就是预防大于治疗，朋友们，预防大于治疗。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驱虫。我们第一次给牛驱虫的时间过晚了，就是我们这些牛买回来之后面临着口蹄疫，口蹄疫结束之后我们并没有给他们驱虫，其实理论上应该是需要驱虫的，但是我们因为新手不懂，然后也没有及时的得到指点，所以我们这个操作的时间就变晚了。然后当我们驱虫的时候，这个牛身上已经体外的寄生虫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繁衍了，什么虱子呀，对吧？然后牛身上一块一块的，就是脱毛，发现这些情况之后，我们才去买药，买这个做药浴的，然后买这个注射的药，各种各样的驱虫药才给他们做。然后这个其实前后也有半个月吧，这个都是挺影响牛的生长的。然后在我们养殖的群里面也有朋友问过我们，就是说驱虫都用了什么药。然后也是拍视频吧，直接跟大家说一下。我们驱虫给牛做的是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，朋友，同时进行的，给牛口服阿本达唑伊维菌素，口服的这个是半草，然后皮下注射伊维菌素，然后给牛身上做的药浴是底百虫加西林丹两种混合，然后兑水稀释，整牛身上喷洒，然后这个是体外做药浴的，这三种是同时进行的。然后第二次驱虫是只是给吃了那个口服了阿本达唑伊维菌素，就只做了这一种第二次。然后驱虫一般是春天、秋天、立秋，然后立春、立秋马上就要给它驱虫了，但是我们因为不懂，所以耽搁了一点。另一个方面就是踩坑比较多的就是药品，因为我们第一年养牛嘛，避免不了的会有一些疾病，就是处理不及时，然后这个病变严重了，观察不及时，处理不及时，然后病严重了，你就要买药嘛，对吧？就要买药治疗。前前后后我们今年的这个药费花费很高，为什么花费高？就是因为有一些病我们不太懂，然后只能去咨询当地的兽药店，他们给我们推荐的药品说实话效果不大，而且非常贵，特别的贵，然后就导致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花销比较大。明年我们肯定能够避免这个药品就是价格就是花费过高的这个情况，因为我们今年有了一定的经验，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于什么样的药我们心里很清楚，我们非常清楚了，然后我们能够尽量能找到一些又便宜效果又好，然后处置的如果及时的话就不会
不会花费很多钱的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踩过的一些坑吧。看我们家牛吃的呀，基本是干干净净了，我得去扫槽子了，给他们扫一扫槽子，然后给他们印水了。然后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。于双双不在家，剩下的活都得我自己干，我要去扫槽子、印水，然后给水泵放水等等等等。一会儿忙完天就黑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然后还是在这一方面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沟通的，对吧，有好的经验，对吧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，然后我们也会尽量的去跟大家回复，跟大家沟通。然后今天就到这儿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